鸡跟麻油鸡还有什么？我这鸡拢是巷口现杀的，你的麻油要香，爱香，爱用较好的，一桶一千块，甲一桶五千块有差无？我觉得他们很好，都会搭配这个高丽菜这样子下去，就比较清爽一些。对，麻油就是蛮香的，然后量也蛮多的。伊甲囡仔较无缘分，啊，拢较会去伊囡仔，我就较小囝，啊，就想讲大囡仔就出来安自己打拼安尼安做啦。啊，家己做自己想，看到这样啊，就甲做看卖啊咧。啊，看到这样，刚开始是咧做自助餐，自助餐是足忝的。哦，啊，囡仔看较袂着，啊，有当囡仔有时阵吼，刚拄要读高中，迄个时阵吼，啊，拢小啊，感觉咱会感觉我们在有夹骗去咯。我煞打咧做麻油鸡吼，摆路边摊吼，搁车蹦上脚棍的，我嘛是。那拐杖我也在做呢，我拐杖拿八个月都在做麻油鸡呢。对啊，我也在做啊，敢有人会这样？敢有人做麻油鸡呢？也拐杖的没有啦，马家伙，这么一路辛苦来，就是吼，啊，就是为了一碗饭啦，要吃一碗饭，无要哪。啊，今麦在年轻人啊，大家拢比我较老，我先收啊啦。你捌听哦？你唔捌听人咧讲一句话吼，有状元学生吼，无状元老师，就是吼，老师吼教的吼，学生比老师搁较老啦。